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今天早上凌晨我们出来巡台，然后这次呢，我们巡到小港这里附近，然后这边我们好像这一间没有巡过，第一次来这里。我要打这一台是因为你看，商品售价790，它保价才790，然后它雷保已经290了，差500啦，差500。刚刚有人说差400，刚刚算错。然后它有白证的啊，其实这样子就算打到保，我们也没亏多少。哎呀，不用做啊，直接出啊，干嘛做？那可以直接出吗？我不知道呢。来了。先打。那这个拆摆。拆摆没办法摆啊。对啊，是拆摆的。但是它保夹是真的很佛啊。我至少里面有一个海贼王白针啊。然后这个要出来，这个出来吧。这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啊。哎呀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音乐？傻了，来，哎，甩不动。甩服其实。它是正门。对啊，正门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出。哎呦，他俩自杀呢。那我这个是不是要再出来一点？它可以滑吗？好像可以吧。是吗？这盒如果我没有直接弹出来，哎呀！哎呀！啊，我们好像没有多少。不用打宝，那我再试一下这一盒 QP 好了。那这边还有一盒 QP， 看不到。那我加出来你就看到了。我们打一些标准盒。来了。哎呀！怎么要掉下去？那我就拿它这边，拿这一个。拿不到。刚刚是哪招？没有直接跨烫。对啊，可惜啊。哎呦！机会哦。虽然它甩幅不是很大，但是它其实不太丢。有了啊，可惜。QP 出来吧，没有财富了。因为它这个45度角是真的不太好甩的。刚好超饱。有了吧。大家都看得到你折多少。对啊，不能作假。哎呦，吸得起来哎。对啊，吸一点点。我以为有了。它就是要吸到旁边一个点，应该会直接出。哎呀，掉下去了。对啊，尴尬。对了 ，QP 如果跟刚刚那个剧场版比，你要用打，我还比较想要把这个弄倒，可是他戳不到他，他能倒转吗？能呢。啊！跑进去了，被你打臭，整个都是臭了。靠！又来了，这个金针进去好了。他怎么能转？靠！他想出货哎。好了，如果我们把拆摆打出来的话，就摆在家里啊。就自己摆着也好看，反正它是金正嘛，是正版，至少它是正版的东西啊。薄。它没有很薄哎。很薄，明明就很薄。没有。有啦，回去看回放。薄。只是它是下放的，近一点。有了？没有啦。卡走。算了，我觉得我跟要 QP 没缘。可是它保价很低，很想要继续玩。但是我们那个，我很想要去拉那个宽的。来，要不要玩？你决定。好。
决定了，会不会出？有机会。那50块。我想要直接拉宽了。啊，这样过不来。可以啊，它一个弹就过来了。啊，卡爪。啊，卡爪。真的卡爪哎、欸。那张还要吗？再50块。怎么会卡爪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，40块省下。这时候我连我自己都不要了。拿不出来。可以的。嘿，其实啊蛮轻松的哦，这一次。轻轻松松。因为它是弯爪，弯爪很容易卡爪啦，然后又加上它的爪套是非常黏的那一种爪套。你昨天也被卡爪。对，我昨天机台也被卡出去，那 OK 啦，卡爪本来就是运气嘛。你看别人卡我一盒，我卡别人一盒，这样扯平。好了，我们先夹这三盒吧，然后我们再去寻下一台。哇，这只。哇塞，他已经打了360块了。不能作假的机台。我先把这个打过来。大甩。为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挡板啊，挡板把我勾回来，勾到挡板。是吗？嗯。挂到。刚刚那一下是甩打，对不对？对。意外的甩打。啊，这个挡板，跟他的甩不是真的很爽哎。哎，放。啊，放弃。好。你说放弃就放弃。现在只要你说放弃，我就不玩。哦。不然等一下我玩下去，就叫你不要玩，就好。本来就是，就这样。我真的要帮我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只是我突然我真的有发自内心的想要帮这间店讲一句话。它很多东西保价都很低，你看像这个港版公仔，保价680，上方随机保价送，哎，上方没名件。有啊，这很上方，很上方，很上方。然后你看它的保价都很低，你看像刚刚白镇啊，保价才790。你看这个港版公仔，你看保价690，它的保价金额是真的很佛啦。然后还有一个保价10块钱的，什么？10块就可以出货？哎呀，限时一天，要轻还要快。你看它这个保价也才590，你看天使之翼保价也才590。那个时候以往我们在外面寻到的嘛是1180、1280、1680。不然去打你的巧克力好了。你说这个、啊？对啊，上方加二送灭蚊灯哎。你有没有缺灭蚊灯？还是我们再次夹一个灭蚊灯出来抽奖？它保夹，这保夹才250哎。哎呦！就后方。它上升够快，它上升会，如果你后螃蟹后到它一拍就下放，我感受到它的下放的感觉。左右会不会出？太多了！哇，它上升真的调好快哦！立马脱！要么一拍直接拨着就会出来了。是吗？一拍，它上升调超快的，而且它一直掉线，越掉越大甩。你看，你可以吃了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那好吃哎、欸，还是我把它清台。哦，你看两台吗？掉。哦哦，这个甩幅真的是完美。你看那一盒保存期限多久？哦，等一下。哦，过来了，到今年的10月。还很久。哎，这个我就当做我们囤粮。惨了，你那个显示金额都被人家看到了。啊。你夹超过100，你亏了。网友不是很爱讲这个，亏哦。对啊，你那一个才多少，你亏哦，对不对？亏了110哦，亏了。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谁知道？不知道。对啊，他捏到应该就一拍了。一拍。
完了。应该要到了哎！啊，被看光光，有点压力。来了，扶好扶满。这样我是不是要做球啊？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一个捏到就出了呢。你才60块呢。谁啊我？啊，你差50块喽。哇，没有呢，没有呢，没有呢！哎呦，有人打爆米花，打到宝！哎呦，来了！还有20块！哎，对啊，被看光光，可恶！看光光，你一直把它打进去，打宝了，宝家了，宝家，挖不到里面哪一盒、欸，可以啦，挖到了，欸、卡爪，卡、欸、卡洞。欸怎么没有跟他一起？对啊，我想说会卡洞呢，我先拿出来，不然你等下拿不出来。耶，宝夹！耶，宝夹真开心，宝夹不会痛。哎，哎呦！调皮的爆米花。对啊，这一盒超级调皮的，有了吧？花烫了，花烫了。我知道怎么出了。怎么出？看好。摔打。不是。撞它。我们去甩后面的撞。是吗？嗯。撞撞撞撞。哦。耶、yeah ！拜拜拜拜。爆米花是一个宝。吃饱饱，可是还好，我们第一个少少出，第二个吃饱，第三个少少出，所以是还好。吃饱饱。那这个台主说夹上方夹二送灭蚊灯呢？对，哎、欸，这样我又多送一个灭蚊灯，这样我赚啊。你觉得这样子荧幕进得去吗？进不去吗？镇压他。硬要。嘿嘿，你看这样子还不错吧？那我们这个夹二送一个灭蚊灯，这个我抽奖送给大家，只是怕大家会嫌弃而已。我们这次也抽一个比较实用性的商品送给大家，因为现在也三月了嘛，渐渐的就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然后就夏天就到了，然后夏天到蚊子就会变多，蚊子变多的话，你就需要一个捕蚊的东西。那这个捕蚊灯呢，就送给大家，到时候一定用得到。对啊，它有写什么诶、欸、什么智能感应360。什么安全无辐射，随便的，随便的。好了，好啦，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个捕蚊灯送给大家。抽奖办法一样会再骗我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嗯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